的韦静 ，Hello， 韦静好。哇塞，怎么了？你这一整身的行头，这一整身的行头，我每天都看到。是什么？不是的。哇，他真的知道哎，那你一定知道我们今天来的任务是？我们今天要来师范大学呢，帮助同学们找到自己勇。所以我们赶快出发吧 ，Go！ 我现在穿梭在师范大学，好多同学，找寻落单的女同学。打扰一下，等一下很冒昧的先问一下，就是你是单身吗？那你有没有在玩 R O C 的程序？那个手游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有在玩？你等级高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带你。自己直接先开吧。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一个联盟小游戏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找到了，耶、yeah!！你愿意跟我们玩一个联谊的小游戏吗？可以啊。耶、yeah, ，好干脆哦，那我们走吧。我们的同学信雅已经戴上她的眼罩了。那接下来的游戏规则是？是呢，待会信雅呢，你会跟三位男同学进行听觉跟触觉的互动。那你在这互动的过程中，你可以慢慢打分数，看哪一位男同学是你自己喜欢类型。那我们的三位男同学，你们就会拿这个变声喇叭，对我们的女同学用你觉得最撩妹的方式，对她讲出让我们一起守护永恒的爱，可以吗？点头就好了，可以哈。那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第一位同学喽。那第一位同学，真正的麦克风。那下一位。完蛋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第二类亲密接触，就是触觉的接触，那我可能就帮你拿下你的头吧，然后你可以伸出你的右手。欣雅，请问你的选择是少谦，我来自大学。这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你会不会好奇另外两位是谁？非常好奇，对不对？你想要先知道那个你觉得讲话很恶心的那个，还是讲话很幽默？很恶心的，很恶心的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欢迎很恶心的那位同学。同学，第三位，对你说他讲话有点幽默，就是我们的韦静。就是我。现在他已经选择了我们的少谦，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先进认证小仪式。所以公与婆如果要在一起的话，就要牵起对方的小手手。那现在就要请你们两位同学牵起你们的手，记得要让我们一起守护永恒。